奶油蛋糕，今天又吃奶油蛋糕。有没有今天过生日的？祝你们生日快乐。最后一口，麻辣金针菇是金针菇，而不是金针菇。有多久没见我吃这个金针菇了？
生吃。夹生面五连包，一二三四五。你们有没有吃过夹生面的姐妹们？就是我记得我们吃麻辣烫的时候都说，那个方便面煮轻一点。麻汁莲香，奶油蛋糕。熬料的。上面这个奶油放草莓粉。你不能吃，为什么不让吃？它是这层是草莓慕斯，这个是草莓奥利奥。紫樱花奥利奥，樱花儿子系列，华都是火龙。
是慕斯，然后奥利奥碎。现在生病，这些蛋糕你都不能吃，知道不知道？对。你看这个月你吃的药都没有停。每次医生每次去医生就说不让你吃甜的，是不是啊？是。等你病好了，你想吃啥，妈妈给你做啥，好不好？嗯。行不行？行。Hello， 今天我们挑战冒烟辣牛魔王拌面，大家看一下，哦，是不是很有食欲？看着这个红彤彤的辣椒，我都不自觉的流口水。来，一点都不辣，还能嚼嚼，不辣不辣，你看它这个挑这么大的牛肉块，有点渴，有点热，喝点水啊。哇，哎呀，我想知道这个面发明让谁吃的。我秉承着那种不浪费的原则，我把它吃完。哎妈，这是让人吃的吗？把我送走吧，哇，
果我明天没有更视频的话，不要找我了，我已经走了。自制窑鸡刚出锅的，脱骨了。一会儿吃辣平汤了，是不是？